什么？有人要害福宝，太可怕了吧？他只是一个熊孩子而已啊，内心得有多邪恶才能说出来这样话？福宝有什么错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说？突然好担心福宝，展出了可怎么办呀？福宝万众瞩目，有人追捧，有人拉踩，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了。希望福宝展出时要特别注意保护福宝，请一定要重视。我只希望福宝在没有爷爷在的日子里，能够活得开开阔的潇洒，就像在两位爷爷身边一样。希望恶意攻击福宝的人嘴下留情，两位爷爷看到一定也会很担心福宝吧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相信福宝一定更愿意留在两位爷爷身边，做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公主多好呀。熊猫中心目前福宝还没有展出，还有时间完善和加强措施，请你一定要重视，不要到事情真的发生了而后悔莫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保护我方福宝的。